老婆说要请我吃牛排，今天我们的那个金主是这个，好不好？他要付钱，那就要请我们吃牛排。我们今天刚晒了一整天的太阳，所以老婆说要请我吃牛排，然后我们等一下要去高雄的一间牛排店，叫 The Barbecue House。那为什么其实这些店呢？是因为他们总共有五间还是六间分店，然后高雄这边是刚开的，然后他一直都有在帮助我们去偏乡照顾小朋友，所以今天又刚好又他们又开新店，我们就去高雄。然后老婆说要请我吃个饭，你看脸都已经被晒伤。今天我们的那个金主是这个，好不好？他要付钱，那就要请我们吃牛排。我要付钱，可以这样。OK， 等一下见。今天在台南也有啦，台南我们也去吃过，很好吃，但高雄感觉更大一间。今天老婆指定可以请我吃牛排，所以我们就来吃一下。老婆要吃什么？纽约客哦，菲力一般比较油，纽约客比较瘦，是吗？其实我也不知道，我们等一下进去再看一下。这一碗要稍等我一下。那个鸡鸭兔的套餐分品，那我们今天的汤啊，兔的牛肉蔬菜清汤，那我们上面各类汤品啊都可以做普卡尔的分品。好，那我们第二页啊，还有第三页会有卤菜、味菜，还有沙拉的部分都可以做个参考。Okay. 炖饭跟意大利面也可以做个参考，它跟台南店的不一样，参考一下，谢谢。今天想要看那个多加一条是什么样的部位？我老婆要吃瘦的。那就是菲力，好，那是菲力。那我相信那个你应该是那个肉食主义者，应该是要跟很猛的那个18盎司左右，可以吗？吃得完吗？可以，可以。那还会再说一点。他要喝酒才能够付钱，好的吗？先泡再喊。谢谢。我已真的很好吃。我是怕是说前面啊招待的东西啊，他们太多，我们真的怕我们再来吃不下。我想说不要再上了，我们要怕吃太多。今天多喝一下，开车，小姐小姐，好，谢谢谢谢啊。你是多大的？应该一样的吧。我们两个都吃 strong。哦，太撑了，超级饱，但蛮舒服的。吃完肉回去哦，而且我觉得我们前菜点太多了，应该点的海鲜，然后面包，虽然都很好吃，但牛排来的时候我们快吃不下了。谢谢小静姐的晚餐，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哦，成语是这样子讲吗？他每次请我吃一块牛排，就要我出去外面晒太阳，晒好几个小时。我可以不要晒太阳了吗？可以啊。我会美白、欸，不觉得我最近头发都抢起来了。回家帮你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雄狮欧巴桑邓丽宏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，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李佳贝祝贺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
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，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，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，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岁生日快乐，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，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了，哇好快哦，生日快乐，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